早餐的带，早餐先生，你好吗？我帮我想买些吃的，我们都一直在公司啊，我看你是十岁，我去做饭，我以为过了这十岁，我还去了这种咖啡奶来，我给三杯油，也打了十包，我给点酱油，加加饼干，我想米糕，我安蛋糕。我唔识煮肉，但系我识煮潮肉。我以前在喺日本得三年，而两十过年多，而两十二年，我嘅工作系厨师、卖餸、清洁屋企、照顾小朋友、洗水、擦水、做乜超过老人家六十岁。咁佢哋列啲系老酒，列啲系豉油。列啲系麻油，列啲系蚝油，列啲系酒，列啲系 ketchup，列啲系辣椒酱，列啲系麻酱。列啲系豆豉，列啲系空竹，列啲系蛤蟆，列啲系鲩鱼，列啲系鱼贝。我为今日做一两毛六十米薄菜，我希望大家欣赏着我，唔该谢大家，唔该谢欣赏，拜香港再见，拜拜。